刚好是六点半，这还挺不错的。现在是9点钟，好饿，准备尝两口。这个是小油条，上面撒了一些黑芝麻粉，就是超级香。现在它是脆脆的那种。家的方向慢一点也不所谓，也祝我 happy everyday happy everyday。 总有一些东西要用消失证明它的珍贵，生命本该绽放，残缺才是最完美，赤脚奔跑，一脸泥泞才是我们的骄傲。虽然很累，有时会被钞票迷了心窍，我们在挣扎，但我们从未害怕，所以不许不开心了去收获掌声吧。允许自己犯错，接受自己的缺点，不负光阴，我们一起悄悄的努力吧。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老爷。Tell you don't forget it, please. Now I telling you, oh please. I want you to see outside. Better take a little ride. Maybe listen to a song, right in your headphones. Maybe more we dance along as our worry post point. We could stop whenever we feel a little tired. We just rest our soul. We can be in control.
希望我永远学不会解锁，大人不一定会是大人物，人物也会偷偷躲起来哭，人一长大就容易变成哑巴，想对石头说说话或许会开出花，人一长大就会长出尾巴，就算狡猾我就要咬它。北京时间晚上9点钟，下午在图书馆还有一点视频没有剪完，所以现在回来接着剪完，然后就去洗澡睡觉。去拆了一些快递，然后就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是我昨天收到的小小的珍珠戒指，它是做了两层的串珠，是有松紧的那种，有一点点弹性，中间一个类似钻石的东西，但肯定是假的，还挺闪的，很漂亮。平常穿一些小裙子呀，或者比较简单的黑白色系的衣服，可以搭一搭，加一点亮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下一个是一个瑜伽裤，弹性真的很好，到膝盖的位置，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瑜伽呀，出汗，你不想穿长裤，不想比较闷的话，穿这种五分裤，很像骑行裤一样的瑜伽裤也很不错。腰部这里是做了两层的，还做了一个口袋可以放手机。之前我在他们家买了3条长的瑜伽裤，都超级舒服，超级软，上蹿下跳也不会卷边，就它整体还是比较舒适柔软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买的毛衣，我拿到的时候看到他肩膀的这一圈毛毛，就想起那个锦毛鼠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穿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V 型领，就显得我们脖颈线条很好看，在冬天显得毛茸茸的，就是不会跟其他的冬天的衣服撞，但是它的袖口这里是敞开的，可能没有束口的那么保暖，但是它的版型真的很不错。下面是这样的，我买的是 S 码，差不多能够遮了半个屁屁，就是属于一个宽松慵懒舒适，又有一点点氛围感，也不会显得特别的 over， 厚度还是挺厚的，不知道洗的时候这些毛毛会不会掉。下面就随便搭一个牛仔裤啊，休闲裤啊，都很好看。就是现在深圳的天气真的穿不了这个衣服，那现在我就准备先去洗澡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The person that sent this to you wants you to know that they think you're cute, so please don't be rude. They want you to know they like you.